我去救宝公。嗯，宝公，我来救你了。嘿。真是有惊无险呐、啊！耶、yeah, ，我们总算打败铁甲怪物了！嘿、哎，先别高兴太早，上面有些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呢，咱们还是趁早继续上路吧。嗯，走吧，这回我可不要走前面了。奇怪。地头王曾经说过那个怪物乌龙和他的主人将会对我们不利啊，刚才又有一个铁甲怪出现，看来的确是有人想阻扰我们上楼顶，这个人会是谁呢？啊，会不会是跟严震天有关？不可能，是他委托我们运送标物，怎么可能阻挠我们把标物送到呢？嗯，说的也对，但我总觉得这个人有些古怪，一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们就快到了，只要上去见到标主，一切就会水落石出了。对，咱们加快脚步吧。呀，咱们快到达顶端了。来，咱们到了。啊，天外天外天！啊，太好了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咱们总算完成任务，可以衣锦还乡了。哇，好高啊！好大呀！好富丽堂皇啊！啊哈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这古堡的主人一定很富有，咱们这回可真是要发达啦！咦，皮皮，你怎么了？肚子饿了吗？忍耐一下吧。很快就有山珍海味吃了。哎，怎么没有人来迎接我们呢？喂，来人呐，我们把标物送来了。好像有什么声音从古堡里面传过来呀！嗯，没有啊，你不要疑神疑鬼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久还没人出来呢？还是直接去拍门好了。
听到了，好像是脚步声，而且不止一个人。什么？可能是来迎接我们的吧。大家小心，可能来者不善。皮皮，你就抱着我的脖子，让我来打开这扇门。嘿！现在是整个天外天的冰船呢、啊、放心吧，有我天福在。你天福一个人挡得住多少个铁甲人呢、啊、你哎呀，妈妈呀，
顶住，别让他们进来。你们休想进来。咦，呀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没声音了，他们好像走了耶。呀，咱们现在身在古堡里耶，真不敢相信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哇，看来这古堡主人真的非常有钱呢。竟然动了！难道又是被派来阻挠我们前进的？慢着，我们是来运送标物给天外天外天的主人，你们为何阻挡？哼，看来这古堡的主人想给我们一点考验。好吧，让他们见识一下天外赤剑的厉害，看我的！嘿，救命啊！好痛啊！为什么他们没有像那些士兵一样的消失？哎呀，我的老骨头啊！难道他们不怕天外赤剑？哼，不怕天外赤剑，总会怕我的伏击波拳吧。肯定可以制服他们。嗯，老公，快把天外赤剑传给天福。好，天福接着。嘿，嘿，看我的！天福，小心，他们要向你发动攻击了。
做巨人石像了。咱们又过了一关了，只是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关。是谁？看来主人终于出现了。想不到凭你们三人竟能排除万难，克服种种考验，顺利地把镖物送到。尤其是天福，年纪小小的竟有如此神力，真是可造之才啊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还用说吗？我们可是名不虚传的运镖三侠。等一下，这把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啊？对呀，他怎么知道我叫天福呢？大家辛苦了，我会好好酬谢你们的。你是镖主，你将我们运镖给你自己啊？就是你指使天外兵团与巨人石想攻击我们的吗？为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你们暂时别问那么多，跟我来就会明白了。的水看来是为了压制某种力量的爆发。呀，难道这几道清泉就是被天外天占为己有的上流水源？那颗不停转动的圆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